福岡書道部の演技を行い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Thank you.
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冬天呢，写的这个半字呢，就是表示牵挂、牵绊，也代表友谊的一个意思，代表呢中日友讲错台日友好。谢谢大家，拜托各位朋友，请欢迎到冬天这边来拍照。在两点半再进行第二场，待会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呢前到这边来继续来观赏，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。